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中国国民党部。今天下午啊，今天是孙中山生日149年哦，所以今天国民党的党主席啊会到他的党部前面去向这个孙文的头像致献花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他处理两件事情哦，两件什么样的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华农自救会已经抗争了两年了。另外一个是我们国道收费员自救会，已经抗争了一年了，将近一年了都没有解决。而现在主管这两个事情的，分别是劳动部，还有交通部，这两个部的部长就是专门在帮国民党辅选的部长，对不对？对。陈雄文现在天天三不五时的要发出一些小利多、小确幸，一下子说那个明年的假要怎么放。一下子说加班费要补发，但是，工人的棺材本他有没有保护？没有。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还年资，还年资，要公道，要公道。正是叶匡时交通部长要报告，大家知道他要报告什么吗？他要报告的内容题目叫做交通小革命。交通小革命啊，然后怎么台湾大跃进啊，这个革命就是革掉我们收费员的命，这个革命就是建立在收费员的失业，就是建立在鼓励向远投这样的财团身上，对不对？我们是国道收费员自救会哈，我们希望我们的马政府出来好好面对我们国道收费员的诉求，不要只顾选举不顾劳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诉求了那么多，已经11个月了，没有人理我们。政府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依法无据，远通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异于合约，那叫我们来风情可以开。所以我们现在叶匡时如果他一直普选的话，我们不要理他，我们就是直接找马英九总统，叫他直接出来面对我们收费员，直接出来面对我们劳工，这样好不好？好。两个那个把他的金额加起来大约40亿，4/20套就是8亿，而我们全部欠的金额也只有7.8亿而已。那为什么政府明明就看到钱在那里，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拿出钱出来呢？他可以先把劳工的债权先吸收出来，政府在场给我们这些辛苦的劳工，因为我们劳工拿不到钱，也是因为你劳动基准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周所造成的我们的损失。今天陈雄文部长还说他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这些华人人都不愿意赢呢？我在此问下陈雄文部长，如果你今天你的薪水、你的退休金被打了5折跟7折之后，你愿意吗？不愿意。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同理心，而且没有苦民所苦哈。而且他更可恶的说他是公亲而不是事主。事实上，我们劳工的问题，劳动部不是事主而是公亲的话，你们觉得这是正确的吗？不正确。那我还需要这个劳动部干什么呢？不选举，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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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不要再推了。好了啦，外面啦，外面啦，你出啊，你没办法推啦。注意啊，注意啊。我们警察兄弟保持原状，大家互相就不要再推挤了，尤其后面不要再丢东西。马英九到哪里补选？叶公子到哪里补选？陈水扁在放什么屁？我们就到县长去找他，好不好？好。我们也要在这里面真正宣布胜利的执政团队，选举就是由你们当大官。当大头，牺牲的，把踩在地上的，都是我们这些基层的劳工。如果执政团队继续不顾劳工，那我们一一二八就瘫痪，那一一二九选举选不成，好不好？好。欢迎国军。